我哋今日信息咧，感激大，愛主也更大。就係咧，其實嗱，嗰兩個人咧就有一個有罪嘅女人，佢咧就知道自己好多罪，咁所以佢就感激神咧就好大。咁啊，另外西門咧就唔覺得自己有罪，咁佢嘅對，即係佢就變咗咧，佢就冇咁感激耶穌啊。咁我希望我哋今日信息激勵我哋真係感激大，因為我哋其實收到嘅信神嘅恩典咧係真係好大。個冷氣睇下係咪較慢咗，個風唔好咁冷。我哋一齊讀下路加七章三十六節。有一個法利賽人請耶穌和他吃飯，耶穌就到法利賽人家裏去坐席。那城裏有一個女人是個罪人，知道耶穌在法利賽人家裏坐席，就拿著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穌背後挨著他的腳哭，眼淚濕了耶穌的腳，就用自己的頭髮擦乾，又用嘴連連親他的腳，把香膏抹上。請耶穌的法利賽人看見這事，心裏說：這人若是先知，必知道摸他的是誰，是個怎樣的女人，乃是個罪人。耶穌對他說：西門，我有句話要對你說。西門說：夫子請說。耶穌說：一個債主有兩個人欠他的債，一個欠五十兩銀子，一個欠五兩銀子。因為他們無力償還，債主就開恩免了他們兩個人的債。這兩個人哪一個更愛他呢？西門回答說：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。耶穌說：你斷的不錯。於是轉過來向著那女人，便對西門說：你看見這女人嗎？我進了你的家，你沒有用，沒有給我用水洗腳，但這女人用頭髮濕了我的腳，用頭髮擦乾。你沒有與我親嘴，但這女人從我進來的時候就不住的用嘴親我的腳。你沒有用油抹我的頭，但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腳。所以我告訴你，她許多的罪都赦免了，因為她的愛多，但那赦免少的，她的愛就少。於是對那女人說：你的罪赦免了。咁呢個今日經文咧，即係希望我哋反思，就係我哋睇到神嘅恩典大咧，變咗我哋感激神就大。我哋感激神嘅大咧，愛主嘅心就更加大。越係感激，覺得自己不配咧，我哋就越感激神嘅。咁首先我哋睇經文咧，就講到有個法利賽人咧請耶穌食飯啦。這個法利賽人其實一個真係一個好嘅法利賽人嚟嘅喎，佢即係佢有接待耶穌嘅心喎，佢係接受耶穌嘅，所以佢會請佢嚟食飯。因為咧有好多法利賽人咧係敵擋耶穌嘅，係絕對唔會請佢食飯嘅。咁咧呢個法利賽人就請耶穌食飯。咁咧就然後嗰個城裏面咧就有一個女人咧係一個罪人喎，即係佢梗係犯咗好多罪，大家都知道啦。其實個個都係罪人，不過呢個女人嘅罪咧好明顯啊，大家都知道嘅。咁咧佢知道耶穌喺法利賽人家裏面坐席咧，就拿著盛香膏嘅玉瓶啊。嗱呢個隔離有個。呢、这個玉瓶咧，就係類似當日嗰啲玉瓶啊，用當日嗰啲玉嚟做嘅。咁嗰啲瓶咧就嗱，當時冇玻璃啊，即係當日就要用啲咁樣嘅器皿啊。其實你諗下都唔容易整嘅喎，即係要揾器具將佢轉通咗，要磨到佢變咗咁樣樣。咁我哋去以色列都見到呢啲咁嘅不同嘅瓶啊。咁然後將啲香膏擺落去，然後咧封咗佢，然後咧一打開佢咧就會。就可以用得啦。咁佢即係呢個係唔係用普通嘅器皿，係用一個特別嘅玉瓶嚟到裝嘅香膏。呢個香膏亦都係好貴嘅，即係可能佢哋一年嘅人工先有呢個錢去買到呢個香膏啊。咁佢咧就去膏耶穌嘅時候咧，佢喺耶穌嘅背後挨住佢腳喊啊，因為佢咧知道自己好多嘅罪啊，佢知道為到自己嘅罪悔改。而耶穌咧，因為神嘅同在咧，係有呢種嘅能力嘅。耶穌的同在咧，係因為神的同在咧係帶住同在，所以耶穌呼召門徒嘅時候咧，佢話你來跟從我啦。其實佢哋唔識耶穌嘅，耶穌話你來啦，跟從我啦。咁佢就即刻起身就跟從耶穌嘅咯。佢就放低曬佢啲工作啊。咁所以呢個睇得到耶穌的同在係有神的改變人的能力。咁而喺當時嚟講咧，呢個女人咧嚟到耶穌嗰度咧，佢就忽然間就會諗到神嘅愛，諗到自己嘅罪。咁咧喺歷史上有個人叫 Charles Finney， 阿志 ，Charles Finney 咧亦都係佢咧係Charles Finney 咧佢係一個
好多祈禱、好多悔改、好追求聖潔嘅人。咁嗰陣時咧，尚未有呢個五旬宗嘅復興啊。咁佢做乜嘢咧？佢咧就去到嗰啲地方咧，佢喺度行入個工廠啊，好多人喺度做工啊。當入去做工嘅時候咧，居然咧嗰個風扇開咗，冇瞓著啊！咁咧就佢入去嘅時候咧，佢就喺度行行到睇個地方咗。有啲人喺個工廠裏面就喊就悔改喎，即係話佢同神嘅關係好密切，以至咧佢行過喺個地方咧，神嘅同在已經帶嚟一啲人嘅悔改。喺歷史上有啲人咧咁樣嘅，咁亦都有啲人咧喺佢哋某個地方咧，佢哋做聚會啦，周圍嘅人搭車即係開車行過咧都。感覺一種吸力叫他埋去，或者就已經在悔改或者得醫治，也都有人呢他住在一個地方，他樓上樓下的人都得醫治，即是神的同在可以這麼真實來到周圍的人。而耶穌他真的有神最高度的強烈同在，所以呢這個女人一來到呢就立刻可能立刻感動，或者他之前已經知罪，但是呢他即是可能不是一路喊著入間屋，他入到間屋才開始喊，他亦都可能聽到耶穌講的説話。我哋可以想像大家即係我哋係因為冇親眼見過耶穌嘅。當耶穌講説話嘅時候咧，佢講説話嘅關心啊、能力啊、佢嘅愛咧，可能好多人聽到咧已經有會感動嘅。即係除咗聖靈嘅同在，另外咧就係佢嗰種説話嗰種權柄啊、嗰種愛啊、嗰種關心啊。所以當呢個女人聽到佢講嘢嘅時候，可能佢就喺度知道佢嘅罪，佢就悔改啦，就喺度喊喎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因為耶穌而喊過啊？係感動嘅喊，唔係話哎呀好慘啊，我要翻教堂，即係想喊嗰種喊，而係咧啊，耶穌真係好啊！我希望大家都有為到耶穌而感動嘅心。我真係試過好多次嘅，好多次。我諗到耶穌咧啊，耶穌你真係好到不得了。我從咩角度去諗都係耶穌咁好嘅。即係我都好多次會喊，有時我敬拜，我喺度一諗到耶穌嘅愛咧，忽然間我又會喊。咁啊，呢個女人就亦都當時就係咁樣對神有一種感激嘅心。咁我希望今日我哋唔係一定要喊，不過咧真係會感激耶穌，會體會到耶穌嘅愛，會有對耶穌有回應，我哋嘅生命就會成個人改變嘅。咁佢喊咧，整濕咗耶穌嘅腳咧，佢就用佢頭髮擦乾喎。咁你諗下，用頭髮擦乾，即係翻屋企你又要洗頭啦，係咪？呢個女人都唔介意啦。咁咧佢咧就用佢啲頭髮嚟擦乾，然後咧用嘴連連親嘴喎，同佢親佢腳喎。咁咧就係即係呢個表示到佢尊敬啊！大家唔知有冇見過呢啲情況啊？教皇啊，或者有啲王咧出現咧，佢伸隻手咧，嗰啲人就會錫佢嘅戒指啊，錫佢嘅手噶啦。咁你呢個表示尊敬啊！咁呢度咧，佢就喺度，佢唔係親佢嘅手，係親佢嘅腳啊。然後咧，將個香膏抹上。咁啊，其實耶穌有不同嘅人為佢抹香膏啊，亦都係有預備啊。耶穌即係佢將要埋葬啊，預備呢個香膏咧，令到佢喺埋葬嘅時候咧，佢被釘嘅時候都係發出香氣出嚟嘅。咁咧，請佢食飯嗰個法利賽人咧，睇見呢事咧，就喺度話：如果佢係先知，佢應該知道呢個摸佢嘅咩人咧？呢個係個罪人。呢個啲咁差，即係當時呢個法利賽人係完全睇到嘅咩咧？睇到個女人差，佢完全睇唔到耶穌嘅憐憫，同埋呢個女人對耶穌嘅心。嗱，我哋睇到呢個女人對耶穌嘅心係好強嘅，但係呢個法利賽人咧，嗰個心咧真係幾硬嘅，佢完全睇唔到耶穌嚟就係拯救罪人，佢睇唔到即係佢耶穌幾大嘅恩典、幾大嘅憐憫去憐憫呢個女人。佢只係睇到有冇搞錯？嗰個女人係罪人嚟嘅，點解你會居然咧容許佢喺度咁樣錫你啊？同你抹頭高抹你啊？點會容許咁嘅事咧？咁樣咁啊，耶穌就知咯喎。嗱，其實呢個法利賽人係心裏講嘅啫喎，但係耶穌已經知啦，就已經答佢啦。咁耶穌又好有智慧嘅，耶穌就話：你有搞錯啊？你咁都唔識睇佢呢個女人咁感激我，佢唔會咁啊。耶穌係用比喻，即係。我比喻嚟到俾佢明白，佢話有一個債主，咁咧有兩個人欠佢錢，一個欠五十兩銀子嗰邊啦，一個欠五兩銀子，咁咧跟住咧就係一個咧就即係兩個都冇力償還啦，咁咧主人咧債主咧
就開恩免了兩個債。咁呢兩個人邊一個更加愛佢咧？咁西門呢、這個法利賽人西門就話啦：我諗係嗰個多得恩免嗰個。耶穌話：你斷得不錯。咁耶穌稱讚佢喎，耶穌話好有智慧，耶穌又稱讚佢：你講得好啱，呢、這個人欠好多錢嘅，佢自然咧佢會更加感謝呢個主啊呢、這個主人啦。然後咧，佢轉過嚟向住個女人就對西門話啦：你睇呢個女人，我入你嘅屋企，你冇同我用水洗腳。但呢個女人用眼淚濕我的腳，又用頭髮擦乾喎，即係話你冇做嘅，但呢個女人又做，並且佢係真心咁樣做。你冇同我親嘴，但呢個女人咧，我入嚟之後咧就不住嘅用嘴親我嘅腳。你冇用油抹我的頭，但呢個女人用香膏抹我嘅腳。即係佢就話俾佢聽，呢、這個女人你睇佢對我嗰種嘅感激，但咧你嚟講咧，你嘅心即係佢。可能已經覺得我請你吃飯已經很好嘅一種尊敬，但係佢呢種係一種嗱，當然請佢吃飯都係好嘅，不過可以話係一種比較冇咁個人性啊。但係呢個女人嗰種感激係好個人性喎，佢會喊啦，佢會流眼淚咧，跟住揾自己頭髮擦乾啦，又錫佢啦，係好個人性喎，趴咗喺地下度先錫到噶嘛。咁咧，然後咧就同佢撥呢個香菇係一早預備定嘅，唔係臨時預備嘅，呢個樣嘢係。不是一下子，是很長時間預備，有很多這些女人是預備這個就是嫁妝來的，但是她居然就用了這個嫁妝，用了這個很貴重的香膏，就是她很個人性的感激。我希望大家呢就不是好像只是做事工那樣感謝神，而是從心底處去感激耶穌，喜歡耶穌，歡喜耶穌，因為我們看到耶穌很大的恩。然後耶穌就告訴你，他許多的罪都赦免，因為他的愛多。嗱呢句説話咧，你可以睇錯嘅，嗱睇埋下面咧，你會明白啲嘅。因為那赦免少的，他的愛就少。大家咁樣容唔明白啲係咪啊？赦免少嘅，其實人都有罪，不過咧佢唔係睇到神嘅恩典咁大，咁佢咧就覺得神我都唔係好多罪啫，我得些少罪啫嘛。咁咧神赦免我好少罪，咁佢愛耶穌嘅心咧就會細啲啦。咁所以係赦免少嘅。他覺得罪不大的，他的愛就少了，那個後果。而許多的罪都赦免，因為他的愛多。那個意思是什麼呢？就是呢，因為他覺得很多的罪都，在下面我解釋的，這裡大家看看這個圖，赦免少的，他的愛就少了。這個女人的愛大，以致呢證明他很感激和信靠神，證明他真的蒙了赦免，即是呢個倒翻轉頭講嘅，就係話咧，佢嘅愛證明佢真係好多嘅罪赦免，佢嘅罪好多赦免，於是咧佢會有更大嘅愛。即係呢個女人咧好感激耶穌，於是佢有好大嘅愛，就證明佢好感激神啊！佢嘅愛係咪證明佢好感激神啊？佢好感激耶穌，好多謝耶穌，耶穌居然會為我死，我咁多嘅罪，佢嘅心咧證明佢，即係佢會肯咁樣做啊！即係。當時都好多人好感激神喎，但係冇人好似佢咁會諗到預備呢個咁貴重嘅香膏，然後咧就咁卑微咁樣去同耶穌高門，因為佢真係好感激耶穌，佢覺得耶穌係佢嘅生命，係佢嘅一切，於是咧佢就會即係證明佢真係好感激同埋好信靠神，證明佢真係蒙到赦免喎。即係呢句説話咧，係佢嘅罪都赦免，證明佢嘅愛好多。他的愛很多，於是證明他真的被耶穌改變，因為他真的覺得自己的罪很大，耶穌已經赦免了，那所以他會更加愛耶穌，所以是赦罪先的，赦罪先，然後呢，那個女人就感激神，他就愛大了。我們越知道自己的罪大，我們就越會感激耶穌。譬如我自己這樣，即係我做過很多好嘢，但我亦都知道我自己做過很多不好的嘢。我心裏面知道，我心裏面咧覺得很後悔，我所犯過的罪。咁我真係多謝耶穌神，你永遠都接納，你仍然接納，我就好感激耶穌。我就話神啊，我不想再犯罪。我想翻以前真的很多甩漏嘅，即係好多樣嘅罪咧，容許佢犯啊。即係有時個人不好，個心就會嬲佢。有啲嘢諗嘅唔好嘅意念，就由得佢諗落去。呢種嘅情況，我相信好多人都會有。有時咧，有啲嘅情緒啊，俾一啲影響啊，就會由得佢，即係容許自己嘅情緒俾人影響啊。咁我好多咁樣嘅甩漏嘅地方，
咁但係我當我睇到我自己咁多唔好嘅地方嘅時候，我睇到耶穌嘅赦罪，我心係好感謝神。神啊，我感謝你，同埋我能夠一日侍奉，我都係感謝神。能夠神咧讓我一路侍奉有能力，我感謝神。你讓我經歷聖靈，我經歷聖靈嘅時候唔係我剛強嘅時候，係我唔係特別剛強嘅時候，神就揀選我，讓我經歷神好大嘅工作。當我一經歷，我就好感激神。當呢個報道家安卡勒為我按手嘅時候，我即時感受好大嘅能力，好大嘅愛，我係極度嘅感激嘅。因為我話神啊，我可以咁樣經歷你真係好啊，真係好似天堂咁啊，真係嗰啲愛咧湧入嚟。我話真係從來未試過能夠咁樣經歷到神嘅同在，未曾試過，我就好感激神。好感激神，我就真係全個生命咧嗰陣時開始咧係完全委身。之前我已經係牧師喎，但係咧我唔係好似嗰陣時咁委身。我嗰種委身係因為我睇到神嘅恩典嘅大啊！我希望大家都睇到，其實我哋個個都不配啊！即係話佢其實首先應該有另一個就係話神赦免好多罪，咁呢個女人嘅愛好大，就證明佢真係感激同埋信靠神啦，證明佢真係蒙到赦免啦。嗱，神赦免人。神就感動，因為神的屬性他赦免人的罪，然後他會感動人去愛他，神又喜悅人愛他，即是神會感動我們愛他的。我們很多人都會收到一些感動，就是、啊、神這麼好，你會對神的回應呢？當我們回應神的時候，神是很歡喜的，神會感動我們愛他，而當我們回應神，神是很歡喜的。這個我用一圖就是說感激大，愛主也都更加大，就是我們點樣能夠愛主呢？好多人話我愛主愛唔到啊，因為點解呢？因為佢都覺得唔係自己咁差，佢又唔係覺得耶穌嘅恩典咁大，於是咧就唔識得感激神。呢度咧就一個人啦，知道自己嘅罪大啦。有時我哋會話，我又唔係做啲咩大事，我又未搶過嘢，未偷過嘢，未殺過人，未放過火，咁我都唔係有咩大罪啊。咁我哋就覺得係呢啲大罪，但係其實當我哋嘅心對神冇心，當我哋會有時得罪人、傷害人，我哋會喺個心裏面有批判人啊，講啲負面嘅説話，即係無論我哋心裏面係有啲乜嘢，或者一啲污糟嘅意念、一啲情慾嘅意念，無論呢啲係乜嘢意念都好啊。如果我哋知道自己嘅罪大，大家知唔知道自己嘅罪大咧？知唔知道自己我哋有犯咗好多嘅罪？如果我哋真係有呢種心嘅時候咧，我哋知道我哋嘅罪大咧。我們就知道耶穌很大的赦免，都是魔鬼會控訴，其實現在魔鬼經常都控訴我們，但耶穌站在我旁邊，我已經赦免他了，魔鬼沒有權控訴。耶穌呢就宣告他已經得到赦免，因為我已經耶穌已經付了罪的代價，然後呢就會更加感激和愛主，當我們知道自己的罪大。而為什麼人會知罪大呢？因為聖靈的感動，於是令到我們很知罪，然後咧，聖靈更大感動，就更加感激神，就更加愛主啦。呢個一個成長嘅過程嚟嘅，即係聖靈感動我哋知罪啦。當呢個人就會有更大感動，有佢更大感動，佢就更感激神，就更加愛主。喺我經歷聖靈之後咧，我就有好多不同嘅經歷。我忽然間會諗到，其實好多時咧，我洗碗啊或者做其他嘢嘅時候，我會諗到啲人。我以前講一啲説話，令到佢覺得唔舒服嘅，喺我心裏面就係點解我會講啲説話令到人唔舒服咧？雖然呢啲説話咧就唔係話好厲害，鬧到啲人狗血淋頭，唔係咁樣嘅，就係咧可能一句説話，點解你會咁做啊？或者有時對一個人有啲激氣啊，咁咧嗰個人就即刻覺得好唔開心喎。咁我後即係我知道呢件事啦，咁我後來諗翻嘅時候，我話神啊，我真係有好多地方是做得不好，譬如我第一個太太，我曾經令到她不開心的地方，如果我有得翻轉頭，我一定她已經離世了，已經色勞歸主了，即是我一定不會這樣做，我一定是會即是由起初就應該是怎樣盡力建立個關係，就算她有時她有些情緒我都不受影響，而長期是這樣對她好。那我自己會想回的時候，我的心就是神啊，其實我們很多甩漏的地方啊。咁我亦都試過有一次同一啲同工咧聚集嘅時候咧，同啲同工聚集嘅時候咧，我咧就聽到不同嘅同工分享，有同工分享非常之好嘅，咁我就好感激神。但有一個同工分享咧好平凡啊，咁我心就話好平凡啫呢啲分享，
但係當時聖靈就即刻感動我，即刻話：呢個人嘅改變係我帶嚟嘅，你嘅改變都係我帶嚟嘅。你係邊個？你所有有嘅都係從我而嚟。聖經有句説話就係：使你與人不同的是誰呢？你有什麼不是領受的呢？若是領受的，為何自夸仿佛不是領受的呢？即係我哋所有嘅嘢都係從神而嚟嘅。咁我就即係即刻呢句説話，神嘅説話令到我即刻覺得，其實我嘅改變係因為神嘅緣故，唔係因為我夠好啊。咁所以呢個人改變都係神嘅工作，無論呢個工作幾大幾細，我都應該感激神。咁我就諗翻，即係其實我好多次咧，我會諗翻嚇我曾經點樣得罪人。譬如曾經試過有一個、女人佢揸車，咁我好自然咁講，因為佢揸車手勢咧真係好，真係好女人啊！真係，咁我就話你揸車真係好女人喎，但係佢聽到係唔中意嘅。但係其實我呢句説話有咩意思，有咩作用咧？我都唔知有咩，即係點解我會講咧？呢叫衝口而出，冇咩原因嘅，又唔會令到佢有咩改變，只係一。睇到一樣嘢，即係冇諗到呢樣嘢對人嘅影響。咁我就諗翻，我就係點解我會咁樣講説話咧？即係真係好多，即係可以無數啊！即係我諗翻有啲人曾經嗱，有啲人咧，有時有啲我都唔知嘅。譬如話啊，以前嘅牧師第一個牧師，佢有時會提我嘅。佢話咧，有啲人話你見到佢又冇招呼，咁佢牧師已經同我講嘢。佢話因為咧，我成日都諗住做乜嘢或者好匆忙，咁所以我行過嗰時，有時啲人咧我就冇招呼。咁咧，咁啊牧師話翻俾我聽，咁咧就提醒我唔好淨係掛住啲事情，留意下你周圍嘅人，關心下周圍嘅人。咁呢啲我都係知道，有時真係不自覺地會有啲咁樣嘅。即係嗰種意念，或者我被自己嘅嘢所包圍，以致我嘅思想咧係唔係諗到人嘅需要嘅。咁有好多嘢實際上，即係我每一個人我都諗得翻，我有甩漏嘅地方。大家唔知有時會咁樣諗啊。當我越係咁樣諗嘅時候咧，我哋就越係話神啊，我真係能夠今日成為你嘅兒女，你赦免我真係好大嘅恩典。我得閒就諗噶啦，一係就諗神嘅恩典。諗到所有嘅嘢，我都諗到神嘅恩典，感謝神。我哋有啲質地可以整到個膠樽，可以飲水。嗱，我哋飲水覺得唔出奇，但係咧，神做橡膠樹，呢、這個橡膠咧真係做好多嘢，我哋都係用橡膠整出嚟喎，都係神佢嘅智慧，佢一早知道好有用嘅喎。神可以唔做橡膠樹，其實每一種植物有佢嘅功用。譬如羅漢果係我好中意嘅植物，因為點解咧？喉嚨不舒服咧，你沖羅漢果咧係好有幫助嘅。咁我而我自己咧，好多時咧，即係其中一個方法用熱水，但我有時去到宣教都冇熱水，咁我揾凍水都發覺都一樣有用嘅。咁啊就揾啲凍水沖落去，同埋中國人用好多啲藥真係好好嘅，真係有啲病咧病到攤攤腰。我記得有一次我又去宣教，咁咧又係病得好緊要，咁咧就好神奇。當時我有個中醫啊，佢就即係同我。好熟嘅，即係有揾佢嘅，咁我就打開俾佢，然後我話，因為佢知道曬我啲身體啊，你同我開藥，用速遞遞俾我，寄俾我，佢即係速遞啊，即刻第二日收到，即刻食翻藥啦，咁啊即刻好翻，咁我真係感謝神啊，神做好多呢啲中藥啊，呢啲中藥即係神做每一種植物，佢放不同嘅質素喺裡面，呢樣嘢我哋其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。感激啊！你都發現有啲咩食物咧，就會咧纖維質多啲；有啲乜嘢咧就呢個抗氧化多啲；有啲乜嘢咧就咩維他命多啲。即係神真係咪好細心啊？我就得閒就諗呢啲嘢喎。多謝耶穌。你就諗下啲頭髮啦嚇，頭髮好特別嘅裝飾。因為神咧就諗到啲頭髮，生啲頭髮就係裝飾嘅啲頭髮層。雖然我而家少啊，如果你睇翻我以前啲相，我都曾經有好多頭髮嘅。我而家都有好多嘅，呢度剪出嚟都好多。咁咧，但係神真係好簡單喎，就整啲毛咁長啲就係裝飾嘅咯。咁但係你又覺得都幾靚喎，係咪？有頭髮係嘛？冇頭髮，如果你個個都冇曬頭髮，係咪真係好唔重要？係咪？咁咧，或者花瓣，我又睇到啲花係咩咧？即係好似樹葉，佢捲住曬，但係佢顏唔同色喎。佢就知道嗰度咧就有花蕊啊，因為神創造啲花蕊喺嗰度咧就會佢傳遞嗰啲花粉啦。咁然後咧佢咧就嗰啲葉咧咁開出嚟，咁就變咗朵花噶咯。就
就好靚喎，即係大家都覺得好靚，人都用花嚟到做裝飾嘅。呢啲咁嘅嘢我哋睇嘅時候，我哋話神啊，你真係創造嘅好奇妙可畏，我真係好感激神係咪？我一個身體一生人夠用，我哋越係感激，我不配嘅，但係居然可以有咁多恩典，同埋將來去到天堂。大家中唔中意天堂啊？我相信大家都好中意，真係咧。嗰啲人去過天堂，我都好中意。其實其中一個喺香港嘅人咧，我同佢祈咗禱，佢求嚟上天堂咧。咁佢咧就睇一本書喎，佢所睇嘅同黃泉道一樣啦。黃泉道咧就係佢本身都睇到、見到去到天堂好多次嘅。咁我就一次去宣教嘅時候咧，又係神安排，有一個人同我講去嗰個地方嗰時，我又好忙，我就都冇諗住去。不過佢因為叫咗我幾次，所以我好啦好啦，我就同你去啦。點樣知嗰個傳道人嘅女就係黃傳道咧，係成日都上天堂嘅。咁我去到嗰時候，尾二個人佢同我講，佢話我上過天堂。咁我就好好奇問佢，佢就話俾我聽有幾個故事，大家上網可以睇得到嘅，就係、是、幾個故事證明佢真係喺上天堂見到啲離咗世嘅基督徒。佢講翻嘅翻嚟，屋企人都知道係真係真實，一證實係真實。我就話我下一次會嚟，我攝錄呢幾個家庭。咁我真係翻去咧就攝錄咗呢幾個家庭。咁啊，佢亦都有睇到一本書啊，即係啊呢個生命冊。佢就睇到咧，佢細嗰陣時，佢話佢都唔記得咗啊。呢個黃泉道講嘅，佢細嗰陣時，好細嗰陣時，曾經佢阿媽，因為咧佢喺好北面嘅地方，佢做嗰啲魚池啊，咁你要落水做嘢，做到咧佢個人麻痹啊，有啲癱瘓啊，佢要翻去鄉下醫治啊。但係咧，佢因為佢爸爸已經即係離開佢哋，唔係離世嗰啲離開人離開咗佢，咁咧於是咧就嗰、那個媽咪咧就冇辦法照顧個女，佢就買咗一盒即食麵俾佢，就話我而家要翻鄉下，咁啊冇詳細講就走咗去啦。咁、那個女留喺度嗰陣時咧，即係十零歲咁啦，咁咧就好奇怪，點解媽咪走咁多日都唔翻嚟嘅咧？咁佢啲麵一路食啦，咁而有一日咧，忽然間翻屋企嘅時候，發現啲即食麵俾人偷咗，冇曬即食麵，佢就喺度喊，係咁喊，係咁喊，喊一喊嗰啲鄰居走嚟，咁佢又冇講俾我聽詳細點啦，但係佢就講翻個情景，佢就喺佢嘅生命冊，佢就見到呢個情景，佢唔記得咗嘅咯，然後神就喺度寫嘢，神嘅寫係咩咧？寫嘅全部都係感覺，我為到佢好傷心，我寧願佢而家可以上天堂，我即刻同我一齊。不過我在他生命有奇妙計劃，如果他現在上天堂，他又不能夠成就，講得出耶穌對他的關心和愛。他自己看回的時候是很感動的。而這位香港的姊妹關姊妹，大家上網都可以看到的，你找關姊妹以牧師你就會找到的。他也都是、即看回他後、十幾歲的時候又是受了傷害，然後他上到天上又見到生命冊，又見到這些傷害，又看到耶穌，他看到神的手筆寫出來，還有他見過這個賞賜記錄冊，他就耶穌給他看他的本，他就很好奇，因為是我為他祈禱經歷聖靈生命更新，他就、他說我想看看義牧師的本行不行，耶穌就給他看，看的時候我是很感激的，他說上面是包金的和厚的，同埋上面寫住我的愛子有我嘅名，咁我嘅心係好感激神。我話神啊，我咁多唔聽話，你都一樣係咁睇我係你嘅愛子，你咁憐憫我、憐恤我，我嘅心就好感激。其實我咩嘢我都睇到，我都會感激神。我希望大家都係咁樣。我幫過好多人，即係好多人睇到我影片就會回應。咁我亦都好感激神會使用我去祝福呢啲人。啱啱我去一個營會去講道，咁啊都有幾個人咧，就是、有個人就睇到我啲影片，佢就好想學習呢啲事奉，佢又跟咗我去嗰個營會就跟我學習，即係睇得到咧，神真係喺我生命中係有好多投資啊，好多投資，以至我今日能夠四圍去宣教，呢啲全部係神嘅恩典，我心裏面係充滿感激。大家唔知道有冇諗神喺你生命中嘅工作？如果你越諗啦，希望大家。你話我真係越諗就越多，我就會感激同埋諗到我自己好多嘅罪，我真係耶穌赦免我嘅。有人有手機啊，你該出去出邊啊？嗱，當人感激細嘅時候咧，愛主亦都細喎。
因為呢個法利賽人咧，嗱呢個係一個另一個比喻，就係法利賽人同埋一個税吏去到聖殿嗰度。咁呢個法利賽人咧，佢就覺得佢自己罪好細。咁咧，嗱佢悔改耶穌赦免嘅喎，佢唔係覺得自己咁大罪，不過總之佢覺得有罪，佢需要耶穌赦免，耶穌一樣赦免，不過佢唔識得愛主，即係佢或者愛主好少好少。但係咧，嗱呢個人啦，聖靈都感動佢喎，佢知罪好少。他覺得自己都幾好了，所以他不是很大感動，所以不能夠那麼愛主，即是神一樣在心裡做工的，神會扔下他，神依然去感動他，這個是神的特質，永遠都是好的，不聽話的人神就祝福，聽話的人神更加祝福的。我們怎樣可以有高度的感激呢？就是知覺我本來什麼都沒有，其實我們赤身出於母胎，也都要赤身歸回，我哋所有嘅嘢都係，咁你話我賺翻嚟嘅喎，點解會賺到咧？有太陽、有雨水先有食物，有食物跟住人可以有不同嘅資源。所有嘅我哋有嘅資源都係從有太陽、有雨水、有泥土、有呢啲所有嘅植物，然後有咁多樣嘢嘅。即係我哋如果冇泥土、冇太陽、雨水，咩都冇，生命都冇。咁我哋知道我哋乜嘢都冇嘅，全部都係神嗰度俾嘅。然後咧，我哋知覺我哋不配喎，嗱呢一度咧就係罪啦。我哋會有憂傷啦、憤怒啦、藐視人啦、驕傲啦、口出狂言啦，或者講唔好嘅説話啦、自大啦、貪錢啦、懶惰啦、情慾啦、色情啦，嗱呢啲好多嘅罪，好多嘅污穢。咁然後咧，我哋點樣可以對神有更感激咧？就係數算神嘅恩典，高度嘅感激喎。嗱呢一度咧，呢、这個圖咧就睇得到咧，新郎同埋新娘好興奮，好開心，於是咧跑向對方。嗱、这、呢個就係興奮，不過好多人咧呢種興奮唔會維持好耐嘅，因為佢係一種一時嘅興奮。但係如果我哋長時間嘅感激神咧，就會長時間咧都係有呢種興奮喎。好少基督徒係長時間對神嘅興奮嘅。咁有啲咩原因我哋興奮呢？因為神有好多嘅恩典啊！下面呢度睇到呢、这個手代表神嘅將恩典倒落嚟啦，為我哋死啦，耶穌為我哋死啦，又俾我哋教會有弟兄姊妹、有牧師幫助我哋啦，有領導嘅人幫助我哋，我哋有神嘅話語，或者有神嘅喜樂，有太陽雨水，有神嘅義袍，同埋有神嘅恩賜嘅袍，有聖靈運作，同埋神俾我哋各樣恩賜，有自然界，我哋有健康。我哋有力量去侍奉神，又我哋有賞賜，全部都係神喺我心靈中嘅工作。咁我希望大家咧，越係知覺到我哋本來乜嘢都冇，但係神依然咁樣赦免我哋，我哋就會知覺自己不配，我係不配。我哋有冇試過同神講：神啊，我係不配，我唔配得。嗰陣時我曾經咧喺外國咧，我係做一啲補習同埋有暑期入營啊。中文學校可以外展去傳福音，我其中做補習我就每天車一些小朋友，我就教他們，我說你上車說 thank you 多謝，有些小朋友說為什麼我要多謝你，我媽咪給了錢你，我說這個是你學習感謝，你就算有錢未必有人車你，未必有人跟你補習，即是這個感謝，即你雖然給了錢你都應該感謝我們，譬如我們有地鐵，你就算有很多錢，你如果沒有地鐵，以前香港如果現在沒有地鐵，你想想你有沒有見過，當然見過啦，地鐵那種擠擁的情況，如果那些人全部上了地面，跟著在那裡等巴士的時候會怎樣情況呢？香港很多年之前等巴士，那些巴士擠迫的情況大家記不記得，正是塞到不得了的，好像沙甸魚那樣塞到那麼不得了的，你就算那時有錢你都沒辦法，你叫的士都沒的士叫，或者那些路都是塞的，但是今天有地鐵是不是都是恩典，即是說我們越是感激神，我們就越懂得，即是看到我們有的一切不是必然的，這樣的時候我們就懂得去感激了。即是好像那個小朋友他就不懂得感激，但是呢我們基督徒是不是懂得感激呢？其實任何人都很多罪的，那我們這裡將他們兩個分開了，一邊就是明顯的罪，這個人很明顯的，他說我知道我浪費生命，不過我不想改，這個人不知道做什麼，不過看個樣子有點像好像吸毒啊那些樣子，可能是啦，他說我知道我在浪費我的命，不過我不想改，
即係有時人係咁嘅，嗱好多人都係咁啊！我知道我日日睇電視啊，我日日做乜嘢啊，晚晚碌手機啊，成日喺度上網搜尋啊，其實冇嘢搜尋嘅，不過喺度睇下有啲咩得意嘅嘢啦。有啲人 WhatsApp 咧就係要嚟睇得意嘅嘢，跟住就將佢傳開嘅。咁咧就佢哋就即係佢係知道係嘥時間嘅，不過佢唔想改。咁而下面有情緒啊、講閒話啊，即係呢啲明顯嘅，大家知道嘅。好啦，唔明顯嘅有罪。咁佢明明係幫佢，話係咪好人咧？但係好人佢一樣會有時候，佢同佢媽媽、爸爸媽媽講嘢嘅時候好佛啊，好頂嘴啊。佢同佢啲朋友亦都會有時啊，窒佢啊，傷害佢啊。即係佢有好嘅時候，但係佢亦都有好多唔好嘅時候。呢、這個人佢會關心佢，但係佢亦都有佢唔好嘅時候。可能佢丈夫對佢唔好，跟住佢又發脾氣，佢又唔中意佢丈夫，或者係即係有種控制性啊，諸如此類。全福音應該好好啦，但係佢可能佢有啲時候亦都會講啲唔好嘅説話，即係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都一樣有唔明顯嘅罪嘅。嗱，我有啲咩唔明顯嘅罪咧？有時聖靈感動我哋拒絕啦，即係我哋唔想去回應神啦。神話，你唔好再成日掛住嗰個男仔啦，你唔好成日掛住呢個女仔啦。但係咧，我哋好多時唔制喎，咁咧就唔聽耶穌嘅感動。神有冇感動過我哋咧？好多時我哋就唔聽神嘅感動啦，或者情慾啦，見到異性咧眼金金，有時唔係眼金金，係個心金金，個心喺度諗，又諗又諗。咁或者係講閒話啦，或者係藐視人啦，睇小人啦，或者煩惱啊、驕傲啊。咁咧就因為佢呢只貓其實好得意嘅，佢呢個唔係真貓嚟嘅，係用人嘅相咧整咗貓嘅皮黐整咗上去，即係佢唔係黐上去，佢係用影相嘅方法將佢整咗上去。貓嘅眼，咁咧大過個人嘅鼻同埋口。哎呀，對唔住啊，係好核突，就好即係好好全情啦，即係好倔咁樣。咁咧同埋咧，我哋嘅情緒或者懶惰啊，好似懶惰又唔係咩大錯，但係佢咧就係冇睇重神啦。人話人不為己，天诛地滅，就係話佢貪財，貪佢為佢自己得到嘅嘢。即係有時有啲人世界都唔話佢有咩錯嘅，係唔明顯嘅，但係佢裡面都係一樣有罪。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會反省呢啲嘅罪，就會攔咗我同神嘅關係。嗱，有啲人就話點解神咁嚴格，乜嘢都咩都要審尋咧？因為神係完全美善嘅，神係嗰種完美啦。我哋去到天堂先知，我哋去到天堂，有啲人離開佢一靈魂一離開身體，佢就話：哇，鬆曬啊！成個人鬆曬，成個人冇曬煩惱，原來知道以前係咁多煩惱嘅。大家嗱，當你而家總會有時有啲個心有啲壓住啊，有啲咁多唔舒服啊，咁樣係咪？到我哋一離開個靈魂一離開咧，即刻咧，哇，哦，鬆到哇不得了，好鬆好鬆好平安。咁你就知道原來以前唔係咁鬆嘅，咁咧就原來知道咧，即係我哋以前原來就係有咁多呢啲嘢棘住。咁神係聖潔咧，佢當有人棘住咧，佢神就唔能夠大大嘅祝福佢，就唔能夠大大嘅改變佢，佢就唔能夠好多蒙福啦。所以我哋想更大蒙福咧，係一定將讓神居首位，清理曬我裡面嘅嘢，盡量處理啲罪。有好多基督徒都係好多罪嘅。以前我曾經有個教會嘅牧師，咁佢我喺嗰度做中文嘅工作，佢話俾我聽，我哋教會我哋後面嗰度。因為有些人有帶細路嚟，他哋想為他預備的地方，在後面開個玻璃，隔開一個房，可以望到個崇拜喺裏喺面聽到。咁有些人因為呢樣嘢咧，都離開教會喎，即係唔認同教會咁樣做啊。咁呢個就是人嗰種嘅硬頸啊，堅持啊。你啲改變我不認同。咁佢一上嗰、那個聖壇咧，上高咧領聖餐，佢有幾級樓梯，但係因為好多長者，佢就整一個扶手可以上去。又有啲人離開教堂。後來我哋做中文工作，亦都有人離開教堂。就尤其嗰個主要校長係離開咗嘅，佢唔認同嘅。即係有啲人佢冇呢種嘅憐憫心，佢心裏面咧只係諗佢嘅睇法。佢唔覺得自己有罪，佢唔覺得自己好差喎。佢只係話我係唔中意咁樣做事務工作，佢就話。如果中國人嚟係要同我哋溝埋曬一齊，有啲西人係咁嘅，佢中意有中文工作，不過咧你哋要入曬我哋嘅崇拜，聽英文講道，你哋學英文啦，你哋嚟到呢個國家你要學英文啦，咁你就個個跟我哋同化啦咁樣，
就唔會覺得中國人有啲係好難學到英文嘅，佢唔會覺得舒服嘅。咁佢嘅心堅持嘅時候，佢唔覺得自己錯喎，佢只係覺得人錯。咁我都真係見到有啲好幾次嗰啲啊開會啊嗰種怒氣啊都係好強嘅。原來人就係會有呢啲咁多嘅罪。我希望大家都會有時一諗到啦，諗到罪咧有幾種反應。有啲人就會點反應咧？唉，我都冇用啦！哎呀，神都唔中意我，我頂都唔合格噶啦咁。嗱，呢種唔好嘅反應，咁我希望係點樣咧？諗到自己好罪，我多謝耶穌赦免我咁多嘅罪，神依然感動我，神係愛我嘅，接納我嘅，於是我可以放手，可以放鬆，可以信靠耶穌，耶穌繼續啊，即係咁祝福我，我感激耶穌。嗱，呢個就係好嘅反應，就係我感激耶穌，我咁多罪神都赦免。但係有啲人咧就會覺得，哎呀，我放屁啦，或者，唉，我都係喺我情緒化，我都係犯罪啦咁。咁我希望大家咧就有正面嘅回應，神咁好，我要感激耶穌，我要多謝耶穌，我要咧回應耶穌。但最重要係咪知罪，係咪感激神？呢個就係個税吏嗰個經文啦，路加十八章十一節，呢個就係個税吏啊，嗰個法利賽人講嘅：我不像別人勒索，不義奸淫，也不像這個税吏。我一個禮拜禁食兩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。那税吏遠遠的站着，連舉目望天也不敢，只捶着胸說：神啊，開恩我，可憐我這個罪人。我告訴你們，這人回家去，比那人倒算為義了。因為凡自高的必降為卑，自卑的必升為高。嗱，呢度睇到呢個法利賽人咧，就我唔係好似人哋咁，又勒索，又不義，又奸淫。又不是好像這個稅利，他又藐視這個稅利，我一個禮拜禁食兩次，飯我所有都捐上十分之一，但這個稅利遠遠的站著，連舉目望天都不敢，他就扔空口就說：神啊，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。耶穌就說：我實在告訴你們，這兩個人，這個人回家去，比那人倒算為義，這個知罪的人倒算為義，因為凡自高的必降為卑，自卑的必升為高，就是他自高的時候會降為卑，他以為他沒有罪，其實他有很多驕傲，他裡面對神沒有一個感激的心，他裡面是藏了很多的自義，覺得自己厲害過人，覺得自己不需要耶穌的救恩，即是他裡面有很多的不好的地方。但是當這個人悔改的時候，他就會被改變，但不是他繼續在罪中，而是他繼續改變知罪感激神，然後他被神去改變。這個就是希望大家每一個都是這樣。有時基督徒內就會覺得我都現在沒什麼罪了，但有些基督徒都說我現在都沒什麼罪了，即是我想不到什麼罪，有些人說想不到怎麼想呢？聖經說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這個神，整個心。你有沒有試過想買東西呢，就猛地去 check 看看哪裡買買靚一點好一點，哪隻產品好一點，有沒有試過？是不是經常都掛住那樣東西，一路 check 的時候一路掛住這樣東西，一路在這個心上，即是那樣東西在心上呢，你就會都挺盡心去找的，是不是要去買的時候你很心急想快點去買，那這個即是更加盡心。但是你愛神是不是這樣啊，我今天親近神，我今天感謝耶穌，耶穌真的很多恩典，是不是這樣經常盡心呢？盡性整個靈魂，那個原文是整個靈魂，盡意我全心去愛神，還有盡力。譬如我打乒乓球，我就知道我打網球都是類似的，乒乓球大家會熟悉一點，普通人打就是噼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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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開始先旋球，所以轉即是將手一轉，那個球就會旋，那個球旋一跳會彈的，會彈歪開的，但這種是 一個程度的旋，但那些高度旋球是怎樣呢？它是要用完它的腳力，用完它的身力手力，由下面一拉一拉上去，那些球跳的時候是怎樣呢？它是譬如這個台一跳下去立刻彈向前的，是飆得很快的，這些 是最高層次 的上旋球。那打網球是怎樣呢？有些人打網球就吊下吊下地打，有些人就打橫一點，打直線，但是那些職業的是什麼呢？是他用上旋球，那些球是落地是會彈的。那我說什麼呢？就是盡力，他們打這球是要盡力，還有要時間很對。那我們愛神是不是這麼盡力呢？去感激神，當我們不是盡心盡性已經是犯罪，我們已經是虧缺神的榮耀。
很多基督徒的生命就是没有神的生命，即里面就会一定有污秽在里面，一定有不好的里面。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神那么好，时时数算我有什么罪，神赦免我就多谢神，感激神所有工作，我就好欢喜神，那个生命就会被改变了。就是这个税吏，他就觉得自己很好了，那这个法利赛人以为自己很好，那个税吏就知道自己不好了。那希望我们都是呢真的呢看到神无限的恩典，于是呢极度的喜悦和爱神。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人近好像神那么好啊？有没有人好像神那么好，做那么多好事给我们，成日感动我们，叫我们知罪，有没有人是那么好呢？真的我们想极，如果是一个好人，他会帮你，他会问候下你，关心下你，他讲正面的不是窒你，已经我们叫做好了，有帮下你。但是他每天看看你有什么需要，即刻来帮你，他都能力帮不到，即是他做不到这件事。但是我们的神是日日夜夜关心着我们，希望我们培养这种最对神的高度的渴慕。当我们高度渴慕，你是会进入不同的领域，不是只是去到天堂的。在今日祈祷，你可以随时经历神的喜乐和爱。我自己都是这样，我随时一想耶稣已经是会经历的，也都为人祈祷，很多人经历。我这两天的营会，今早和昨晚在那个教会比较开放圣灵，有很多个都很快就经历圣灵。咁咧就係、亦都有啲係我哋帶去嘅人咧，佢哋都我哋都有好多經歷喜樂嘅。喺祈禱咧就跟住好多人喜樂。咁咧呢個就係神強烈嘅同在。但係呢樣嘢點樣嚟咧？就一定係我哋放低我哋嘅自我，放低我哋嘅罪，真心悔改嚟到神面前，感激神，愛慕神，將神放喺首位，好感激神啊！你真係好。大家有冇感激父母啊？父母真係好多恩典嘅，佢點樣照顧我哋？為我哋換片，我哋呢度個個都曾經有好多片啊，用過好多片。唔知嗱，有啲好耐之前咧，唔知我細嗰陣時係用啊，嗰陣時啲片係洗嘅，係布片係要洗嘅。咁咧，即係喺嗰個日子，我哋都曾經有人同我哋換片換好多。咁咧，即係我哋都俾佢照顧好多，我哋嘅父母關心我哋好多，我哋都感激佢。咁神嘅恩典比父母嘅更大，而係父母有呢個心會關心人咧。都是因為神那種聖放在裡面，我們一起來到神面前，我們就多謝天父。我們今天有幾個弟兄姊妹會受洗的，我們都為到他多謝天父，就是他們會知道自己是罪人，需要耶穌赦免他，這個是最重要的。他想耶穌救他，耶穌是很歡喜。我希望我們大家都為他們歡喜，我們都有一個感激的心。神啊，你給我實在很多，其實我們每一個都可以上升的，我们不要停留在这个状况，我们上升。怎样上升呢？我们越知道自己的罪，越看到神的恩典，我们就越提升的。譬如我们看到一个人不顺眼，这个已经是罪了，他心里面有些不看，就是看小他，不喜欢他，他做一些不好的事，我们就生气他，这个都是罪来的。就算他做得不好，我们都饶恕他，祝福他，这个是神的心来的。求主帮助我们洁净我们的心，在今天在神面前真心的悔改。我们一起起身，我们一起祈祷，求主耶稣感动我们的心，感动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真的有感激耶稣的心。多谢天父，多谢耶稣。耶稣，我感谢你，在我心中。
有幾多人會好耐性去聽你咯？有幾多人會能夠有耐性去安慰你、去回應你，同埋能夠有能力醫治你，讓你感受到神嘅愛同埋醫治？我多謝耶穌，神有呢個耐性同埋有呢個能力。耶穌醫治我，耶穌。耶稣医治我，到永远。耶稣爱我，耶稣爱我，耶稣医治我，到永远。曾經在我身上做過工作，我們就多謝耶穌。神在我生命中曾經做過好事，我們多謝耶穌。我們學習去感激，我們感激耶穌。我們有我們的身體，我們有耶穌的感激救恩，我們有聖靈的同在，我們的心裡面就存著感激。耶穌，我感激你，耶稣，我感激你。